演《熊出没》搞笑片段 Top 1。特别喜欢三位评委老师，可以给他签个名。咱俩在动画界的影响力不比三位老师差。三位老师，要不要俺给你仨签个名啊？你咋这么能吃？你就是个吃货。吃货咋的了？那陈赫老师不也是个吃货吗？啥名字好呢？叫熊组合。好，俺是熊。你说谁是狗呢？哎呀，挺合身的嘛。穿鞋子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嗯，挺合适。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,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。多帅呀！这下有头型了。哇，你们超级猎人熊的。你们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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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熊的。欢迎来到这个恐怖。在你播了采集器，那你能感受到啥能力被吸走了吗？这个不会是俺的美貌吧？我这儿这一颗就是上回整个森林。那就毁了它。森林里有很多宝啊。森林里有啥宝贝？别打肿脸充胖子了。那俺们本来就是胖子嘛。产日期2008年，保质期2008年。Club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, so the bar is where I go。你也不强，你后悔了吧？活该你一辈子光棍。都能菜都被虫子吃了，只是想吃上一口新鲜的有机蔬菜而已。最大的给你，你咋把最大的一口就这样给你就成了呀？咱们家以后只是世界菜市美女。Love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, so far is where I go.